相夫教子就好了，出来做生意到底顶不顶的？回去了，我去找一个公仔卖药的公司咯。卖药不是讲很好赚啦，可是可以赚一点点钱这样子啦。可是好像孤立这样子咯，好像啥人这样子在那个医生的 clinic 前面等等等那个医生出来。好像没有 purpose 这样子啦，然后给那个医生骂咯，每天给人骂这样子咯，去 office 给那个老板骂，然后去医院的hospital 的时候也是给人家骂咯，说很闲哦，说我想不要做了，做这个比较好，说没有人骂我了。哎呀，人有时穷就要认命，尤其一个女孩子可以做什么？想要自己当老板，门儿都没有。可是那时候没有钱，所以 online 是最便宜的 way to 卖鞋子。对呀，有的做啊，很方便。还好啊，不会讲很好做啦，是有的做。可以啊，可以做，可以做到外国嘅市场啊。不知道啊，还好吧。啊，见仁见智哦，应该可以哦。如果要开店的话，那个 capital 很 heavy 咯。所以如果我在 internet 做啊，便宜咯，然后 flexible hours。哎，现在人人都把自己当老板，以为不用打工，自己出来随便做点生意就叫自己老板了。你真的敢叫自己是老板咩？不是讲很好了，可是可以 survive 啦，可以每天吃饭，可以 cover 这个 bill， cover 那个 bill。我们trying to do better 啦。哎呦，这种网络小生意肯定吃不饱饿不死你啦，给你过过日子可以咯，你要发达，哎，就要像我讨街汉开店当老板比较有前途。做这个，你现在做这个 online 秀下来做到怎样？做法问一下。做到怎样啊？做到很 OK 一下了，啊，我们在internet 买咯，一个月我们可以买最少500双鞋子咯。现在，很多我们的 customer mostly 是 from 马来西亚咯，可是我们也是有 customer from Singapore Australia， 一点点 Indonesia 啦 customer。So 很多人去我们的 Facebook 咯，现在我们有104,000 fans on Facebook right now。有这样厉害吗？真的有那么多人光顾网络商店，他们不怕被人骗吗？这样就可以吗？有便宜咯？有啊。上网买你不能试穿，所以你不晓得到底自己适不适合。有，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都很方便咯，不用特地出去找 parking 啊，还是什么塞车什么的，就直接在网上用 credit card 买就可以了。没有。那你通常需要你买东西的？我不用买东西的，人家买给我了。有啊，有听过。现在有没有去过网络商店？没有啊，在哪里有？呀，很多那个老人啊，他们不会用 computer， 所以他们不明白现在的 world 啊，一定 change 很多了。可是我觉得 online 是一个很重要的method to 卖你的东西。如果你是 conventional business， 你也是一定有一个 internet website to promote 你的 business 哦，很重要咯。我们的 daily life 也是一定要用 internet 的。开始做这个生意是用一个
WordPress free of charge， 不用给钱的。然后我们卖了很 OK，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website， after website， 然后我们慢慢来咯，赚钱了去开这个 office。You have to go through SSM， 你一定 register 你的 company 先。As a proper company， 开一个银行的 bank account， 然后你自己 website 你去开咯 ，register 再给那个 domain fees、hosting fees 这样子咯，很简单罢了。如果他想卖这个鞋子，他 click 选他们的 size，add to cart 这样子咯。Then 他们 key in 他的 address， 地址啦、电话号码啦、名字啦 ，then 我们可以 send 给他们咯，没有问题，很简单罢了。所以他们金钱用 PayPal 还是用 credit card PayPal， 你去 PayPal 这个 website， 哇 free advertising for PayPal， register 一个你自己的 account， 然后放你的 website 里面咯，所以这样子 customer 可以金钱给你咯。如果你做一个东西你喜欢做，是好像你不用做工这样子咯， so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我要做这个工咯。哦，如果赚不到钱，去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哦，那不用做了。有钱的老公就没有了。但是原来创业有一个好妈妈也是成功的一半。这个是我的妈妈，她的名字黄美花。Say hi, mom. Hi. 她是我第一 first employee of my company。哎，妈咪，快点啊，你很慢啊，以前你快很多。现在老了吗？哎呦。一定快快做嘛，妈咪。OK 啦，如果不快，那你有钱赚。是咯，原来很爱钱哦。原来很穷啊，没有办法。叮叮叮叮叮，好给汉创业金句：一个好妈妈胜过十个好员工。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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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如果我穿了五寸，我好像 model 这样子嘛， 5'7", 好看吗？ tall。 然后如果你穿高跟鞋， you will look slimmer 咯。这个是 extra service， 别的 website 没有帮人做这样子做的，是我们罢了了。本地圈诚意推荐，在亚太地区深获好评的本土美食节目，很烫哎，哇！阿贤亲身体验美食劳动者的生活况味，这样子切要切很久哎，哇哦，这个感觉很好哎，用心记录最鲜活、最温暖的美食故事，希望不会让他们失望。美食不外乎人情，全新阿贤人情味，9月2日晚上10点，只在 Astro AEC。由 ZV 荣誉呈现 Circle 专心制作的 Vista 蜕变之声，多位国际专家提供由内至外的专业指导，改造全新的你。我们坚持健康与美丽，打造充满活力又好玩的电视真人 show。 ZV 约定你一起拥有优质人生，记得守住华丽台啦。我依然保持25岁般的靓丽与活力。以上节目是由 ZV 年年25岁为你荣誉呈现。我的秘诀就是 ZV。去加班吧。妈，我不喝了，我快要迟到了。为了爸爸的医药费，辛苦你了。不要为了医疗费而伤脑筋，贝光癌症专科医院拥有世界级医疗设备，还有一群资深的癌科医生，我们更会协助贫穷患者解决放射治疗的费用，让贝光在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陪伴着您。预知详情请拨电03-7787-2999 Beacon Hospital。 You're a cancer care specialist。 香港小姐竞选40周年，一起见证新一届香港小姐的诞生，现场直播2012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决赛，8月26日星期日晚8点半，守住 Astro 华丽台。学妹们，知道踏上华人星光大道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吗？歌唱实力、稳健台风、艺人特质、坚定信心、抗压能力，说的一点也没错。但是如果少了马来西亚观众的支持，所有的付出和成果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让我们一起为大马星光帮加油吧！让我们在华人星光大道2展现新秀 Girls Power。华人
《星光大道二》9月2日下午6:30只在 Astro AEC。我想当梅姐，我想当 Model， 我想当富婆。不对，不对，不对，我想当老板。好笑万重浪。哇，拍酸哦！系喎，我的跟别的人不一样，因为这个 collection 是我跟我的 team 自己 design 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去别的地方找不到这样子的 design 咯，所以 very unique 咯。我们买 5 inch 跟 6 inch， 很多 brand 他们买 1 inch 2 inch 罢了，所以我们很 niche 咯，我们的 market。我也是不是讲很高啦，我的 height 我 quite short 啦，所以很多马来西亚的女子也是不是讲很高啦。如果我穿了五寸，我好像 model 这样子嘛， 5'7" 好看吗？ tall。 然后如果你穿高跟鞋， you will look slimmer 咯。啊，所以很多女子她们想要看 look slimmer 嘛。如果你穿那个 flat 啊，你的脚好像肥婆这样子嘛。哎呦呦，是不是每个女孩都喜欢穿高跟鞋啊？那你看，明明很多女孩子都是穿矮矮的鞋的嘛。喜欢啦，因为高跟鞋可以带出女性的美咯。哎呀，来来，不大喜欢，不舒服了。女孩子穿高跟鞋，脚长一点咯。呀，每个女生都喜欢高跟鞋。那些老人家讲，穿高跟鞋对那种腰骨啊没有这样好哦。像你们现在有穿高跟鞋吗？有啊，有啊。做男孩子的生意，一般我说，男孩子一年买一双鞋子。赚不到钱，女孩子一个月可以买 10 pair 也是没有问题。女人的生意容易做？嘿，不是吧，女人天生就是小眼睛小鼻子爱计较，你跟她做生意啊？我闪一边先啊。很好赚，很好做，可是你一定customer service 一定很好咯，然后麻烦了很多 complain 咯。complain 这样，哎呀，这个我穿到不美啦啊。可是不是鞋子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穿过这样高的鞋子，他们会 complain 哦。所以我们 comfort 他们讲 no 啦，你穿 actually 很好看呐、啊，这样子咯。女孩子就是这样子咯，一定你 comfort 他们，哇，你穿到很好看啊，这样子咯。哎呀，我跟你讲啊，网络卖鞋啊，现在多到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啊！你的产品有什么吸引力，可以吸引到顾客的眼球，可以吸引到我讨街汉的眼球呢？这个鞋子呢是 inspired from 我们马来西亚的 durian 呢，说很多 ton 说啊，如果你跟人家吵架，你可以哇打人，可以很 sharp 的这个 very solid， is 啊，这个是inspired from。Bunga Raya, our national flower. 你可以配 kebaya 啊，啊，好像 beach wear 啊，还是你有formal function， 你可以穿这个，很好看一下。一个有 flower 的，这个没有 flower 的，很特别咯。如果我的 customer 买了我的 design， 能穿能讲很舒服，也是能和很好看， it makes my day 啦， it's worth it 啦， you know。现在这个鞋子刚才那个 customer 买了，所以现在我们帮他粘那个 I do， 这个因为这个是接粉的鞋子。这个是 extra service， 别的 website 没有帮人做这样子做的，是我们罢了啊。So that's why we are so special。啊，这些小小的服务都可以成为你成功的关键词，有没有那么容易啊？哎，不要随随便便骗我们的电视观众哦！喂，喂喂喂，哎，有没有听到我在跟你讲话 ？This is my land. Which is the cheapest? Don't know. 他们在选择我们的paper bag， 捡我们在捡那个价钱，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跟很好 quality 的 paper bag。哇老这样暗暗沉沉，你不怕人家讲你是安迪咩？安迪不用紧啦， as long 我们可以 cost efficient 可以了啦，安迪不用紧啦。
5月17号是开始这个 office。Before this 我在家做的，在我妈妈的家。这个是我的家，我开始创业的时候了，买 house。那，你看，几乱啊，肮脏啊，你看，你看，你看。很乱啊，很乱 ，very dirty。OK， 所以我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也是不懂可以赚钱没有赚钱。所以最 easy 是叫我妈妈做 free 嘛，不用给钱。可是我赚钱的时候，我给她一点点钱这样子了。所以如果你我妈妈没有帮我，一定很难做一个做到现在了。啊，六妈妈还有六她的房子。成大事，果然不可以有妇人之仁，我开始有点钦佩你了。哇老，你们的节目有奇怪啊，明明讲是靓女买鞋嘛，现在突然有个安哥进来了，都不知道你想怎样。 All these things we learn throughout, you know, because of middleman and all that kind of thing. When you start business, 你不是那个 industry 来的，所以你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所以你Share from start, we'll take baby steps, and you make mistakes, but you, 我们学咯，开始 share from our mistake. Astro 本地圈全新为你制作，你知道这些是客家菜肴吗？客家山宴里集合哪些客家传统美食？拜了，有剩下的就有存呢，就祝福那些喽。话说籍贯 ，Astro AEC 星期日晚上9点，与你温故知新。榨出滋味，煮出家乡味，送上风味十足的螃蟹大餐。Astro 华丽台星期六晚9点半，为食打横行，由充满家乡味的刀标油为你呈现。贵格燕麦推出 Nature's Super Grain 全谷类贵格燕麦，含丰富的饮食纤维，给你补充活力，随时准备冲刺。贵格燕麦还含有促进发育成长的蛋白质及可溶性纤维，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很棒是吧？贵格燕麦所蕴含的好处绝对超越您的想象，卓越的人们都需要卓越的谷类。Quaker 苹果公司 iPad 在中国败诉了。 Astro 本地圈新视野，精辟解读新闻，厘清媒体资讯。人人都在说 iPhone 4S 代表着 iPhone for Steam。 新闻报报看，现在可透过免费下载的 iPhone、 iPad 及 Android 程式收看，提供多种选择，包括直播、下载和在线观赏，每周7天不间断，随时随地一手掌握最新消息。新闻报报看，每晚10点30分 ，Astro AEC。咦，我要创意，没搞我，很多东西要做了，要跟他扫地啊，跟他那个鞋啊，跟他弄美美啊，因为太多鞋和人顾客不可以走啊，走了哈，有时候我不小心哈会跌倒啊。我们那个鞋哈放到这边，你看放到这边，啊这边还有鞋，你看才几个feet， 最多才OK 你 two feet， 顾客。走也是不方便。我的家里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的，全部鞋子放在地下的，很乱的。可是也是有人过来买哦，他们没有问题的。女孩子最重要，她看她喜欢那个价钱 ，OK， 他们去山旮旯地方买也是没有问题的。Sarah Uptown 是一个很 strategic 的 location， 然后这里的 rental 比较 OK 啦，给我们。然后很多人知道 Uptown 在哪里哦。这边的租金是几多？2000块 ，consider OK 啦，不是讲
很贵啦。如果是我的 office 1,500 square feet， 所以算 OK 了啦。如果你 divide 啊 ，2,000 ringgit， 一个 square feet 差不多1.3块这样子 ，OK 啦。I think the key is teamwork. That's all. So 现在 Sabrina 跟 Crystal， 他们两个现在 wrapping the shoes 啊，很快的 wrapping， 好像 Superwoman 这样子。那 Sabrina 是我的做我的 finance， Crystal 是做 operations， 他们两个很厉害的，是吗？20岁罢了，可是可以全部东西可以做。要脚踏 A to Z operation marketing 全部，一个人好像4个人做工这样子。做老板啊，有时很多东西要烦嘛，对不对？我们的知识，我们要尽量帮他减轻他的工作，做我们应该做的，有时要自动自发的去做好那些东西，所以他不用去烦这种东西。最重要，他回到来全部 everything is clean and nice， make her happy can already 啦。所以那个是我们两个最重要的。而且他没有真正跟我们讲要怎样做，我们要自己去自动自发去做。哦，你会跑掉吗？不会，我喜欢跟他一起做工。啊，你看，brainwash 了，不会跑了。他很厉害的嘛，他看一下子他会聊了。嗯，我们这里的人全部很 expert 的。基本上呢，这个老板跟其他老板不一样。就他不只是一个老板，他也是个朋友，即使好像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他，不只是工作方面。这样子一定给你多一点工钱了，可是你很厉害啊他。喂，就这样而已啊？那个麦拿去了吗？那安哥哎，dia punya time datang pun dia boss pukul 10 datang saya pukul 10 balik so tukar parking lah tukar lot lah tu macam tu lah。哎呦，当老板果然人缘要够好啊！啊，这样都有人帮你主动留车位。Dia muda, lagi satu saya admire macam admire respect dia lah. Dia punya umur macam lebih kurang boleh jadi anak saya lah, 25 I think she is now. Tapi ya dia sudah berjaya lah. Saya terpelanjat bila dia kata abang pergi tengok dia punya website tengok. Walau weh, banyak award dia sudah dapat ni macam. And then newspaper cutting pun tunjuk sama saya. Even invite me to visit her office up there. Show all her creation and all that. I'm totally impressed. Oh. Very, very impressed. Such at a young age, huh? Has already achieved so much. You see? 哇，现在看起来你生意是做大了喽！每天进这样多货，哎，你怎么样处理这样多货啊？呀，我们用 MYOB to do our stock check inventory print generate invoice backing slip， 这个是一个 accounting system， 好像那个货进来，那个鞋子人家买了，我们会做那个 stock count 哦，用 MYOB， 那我们每个。Shoebox 有那个 barcode， 我们会 scan 那个 barcode 出来。如果人家买那个鞋子了，我们 scan， 然后寄给他们哦。So 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idea of our stock movement。这个是最重要，一个 business 一定 must have a 很好的 system。如果没有那个proper system， 你的 business 会很乱哦。如果你有 system， 如果好像我的店给人家 rob 啊。打劫啊 ，also can claim insurance because there's all proper recording of the stock。好像这个 office on fire or flood， 你也是可以 claim insurance。那个 stock nothing is wasted。我认识很多人卖鞋子，他们不要用 system， 我也是不懂他们怎样算，这个很 inefficient。你浪费你的 staff 很多时间，你不可以 optimize 他们的时间。看你现在整个是神猛驴这样的样子，最适合做生意的啦。At the beginning, 很多 trial and error 咯，你做一点点错了，但你还做咯 ，is research 啦 ，you know, and you cannot give up 啦 ，to be very determined, cause 你不知道你那谁可以帮你做好来咯 ，have to, it's all like trial and error from the start. 没有人教我怎样做，怎样做是我自己去 jump back 啊 ，you know, try to learn it, you know, by trial and error.
Because 我没有 background in shoemaking or fashion design, so for example, 我买这个东西 or 我买5块钱 After I found out it's only $1, 1块钱 So all these things we learn throughout, you know, because of middlemen and all that kind of thing. When you start business, 你不是那个 industry 来的, so 你很多东西你不知道, so 你学 from start, not take baby steps, and you make mistakes, but you 我们学咯，开始学 from our mistake. 以前我做我的 shoebox 1块6毛, 现在我做我的 shoebox 1块钱罢了. So 这个东西 你会知道咯，你移到先你过后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跟了，你不知道的，这样子的东西没有一个好像一个 course 你可以学，这个是 University of Society， 你做错了咧，过后你知道咯。终于故事是来到尾声的啦，总之一句话。 靓女卖鞋，生意做大，你买多系唔会滞耶！叮叮叮叮叮，陶杰汉创业金句，正所谓出得嚟行，预咗要还噶啦。每个人做生意都是要给人玩下本，才会成长的嘛。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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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男装鞋揾我老赵啦，童装鞋更加系我老赵啦，人字拖我老赵最多，梗系揾我啦。女装鞋咧？女装鞋，哇，仲系5尺高嗰个，冇嗰样揾嗰样。我要买鞋，我不找老赵，我要找谁？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唉，讲得太激动了，是时候静下来，摊翻杯咖啡。下一集是手工咖啡馆的老板，又是靓女哦，记得收看呢、啊。